行吗？许是咱们觉得不好看，人家可美着呢。弟妹，说说他们，禁止进产，给我规矩点，别看见些邪门歪道也跟着不规矩。哎呦，四太太，这规矩也是人定的。往前几十年，兴许还不能穿西装呢，现在不就实心穿这个吗？那这穿旗袍也立了新规矩了，不是吗？哟，太姨太太，我们白家可真是孤陋寡闻呀，差一点连西装旗袍都不认识了。姨太太，有空来家里坐啊。别的不说，光是压箱底的旗袍和一堂屋都搁不下呢。就是啊。哎呦，这衣裳也是追着时尚的。过了时尚的衣裳攒那么些，天天要晾要晒的不说，还有一股子樟脑丸的味道吧。亲家，你儿女大群自然是有福啊，儿女一大群可是避免不了磕磕碰碰的啊。可是我看你们这一大家人非常和睦，令人羡慕，令人羡慕啊。哎呀，哪能都是福呢？有人说呀，儿女是冤家，十个手指头伸出来也不一般齐呀。我的这些儿女啊，那也各有所长，各有所短。不过让人放心的是，一旦有了事情，他们倒也能齐心共事。大度，好啊。哎，不愧是名门望族啊。看见有中医的吗？回头啊，我和徐太太跟你说说。娘，说什么呢？哎呀，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家汉家汉，穿衣吃饭。唐家这么有钱，他的朋友还能错吗？别死心眼了，娘可陪不了你一辈子啊。吃吧。来，各位。我呢跟刘苏敬两位舅哥一杯。好，我喝的呢这是法国白兰地，可以用大杯喝，不像中国的烧酒那么烧嗓子。其实法国的白兰地也只是一般。洋酒呢，我们白家原来是除了轩尼诗其他一概不喝。是，只喝轩尼诗。那这么说您就是接我们唐家人的短哦。啊，开五瓶马爹利，我们要一醉方休。好，议员，少喝一点吧。要啊。干。哎呦，这件事儿怎么了？这是怎么了？真的没事，杯子摔了。大家，失手了，失手了啊！为什么？大家不要惊慌，唐家有的是杯子。再来。来，三哥，哎，请。好了，不喝了，吃点菜啊。有杯子啊。好了，宝宝妹妹跟我来，宝宝妹妹来。各位亲朋好友，大家先请坐下，请坐下。今天是我跟一元大喜的日子，我娘家的哥哥还有妹妹要为大家献唱一曲，大家欢迎好吗？晒黑了吗？蛮能吃苦啊！不听劝说，让路还不入。总有办法。老大，你看着他什么了？
李宝禄，4块；王老宁，8块；李大鹏，6块。好，是吧？范柳元，12块。 为什么？我就是看你不顺眼。刘峰，还会打吗？蛮好。在哪儿呢？哪儿呢？就是他，给我打！ 刘哥让你上车，怎么？还要我老大亲自下来请你吗？哼，贱人，不知好歹！范柳元，我把话放在前面，总有一天你会来求我的。 站一张椅子啊！行行，起来啦！哎，我坐。
先生算不算命啊？我看你的心情很不好啊。我看你该转转运啦。哎，这下可好啊！这回要唱李逵瞎妈妈了啊！别说笑话，说好了不许看哦。来。哎呀，刘素啊，我眼睛看不见，怎么研墨呀？还是这样研墨啊？来。好。就这样。人都说新婚如金，原来是没错的。什么话啊？新婚过了就成铁成粪土了？哎，别这么说，可不能胡说的。哎，不许看的。哎，我哎，不许看的。哦。就是写一幅字嘛，又不是什么要藏着掖着的事。哎，不要看，不要看，要看不写了。好，我不看，不看，不看，不看啊，不看。哎，我这，哎，烟呢？你要找什么？我找我这烟呢。我烟上哪儿去了啊？我，我要找我这烟，找。哎呀。有墨呢，刘，你看真弄了。哎，年轻真好，说说闹闹的，这日子就像泡在蜜糖里了，恨不得退回去十年。整天这样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，就是过日子了。人活着为什么呀？不就是过日子吗？还要过好日子呢。到死了想起来呀，那也是甜的。没有这份大大的家业，他们拿什么过日子？
男儿壮年不思进取，只是恋着新婚不出门，将来没大出息。哟，老爷，这话都让您给说了。这少爷整天在外面花天酒地不回家吧？您想着娶个媳妇进门？好啊，这回心收了。您又嫌人家太和美了，没志气了。你别借着机会发私怨，我说话有我说话的道理。有什么道理啊？我不明白。你跟我来。勿言一世，老爷，这字写的蛮好的。刚过门的儿媳妇，就写这么几个字，什么意思啊？勿言一世，这就是说以后有什么事都是关起门来商量喽。我还没老呢。刚过门几个字就挂在这里，这是我们唐家的规矩吗？这兴许人家要说的是私房话。私房话可以到私房里去谈吗？何以把它挂起来？穿衣员，哎，犯得上吗？摘下来不就完了吗？我说话真的不管用了吗？快去！你冲我嚷嚷什么呀？我招谁惹谁了？还莫名其妙！哈，爹，这个刘叔说啊，勿言一世，就是促膝谈心的意思。啊，这是我。让他在花厅写幅字的。你是嫌我多心了吧？你爹我就是多心了，也不为过吧？去，把这幅字给我摘了。刘苏说这勿言一世，关起门来说，也是说怎么孝敬您的话吗？嗯，好，好听啊！你还从来没有这样嘴甜过呀？啊，都学会了。学得好，教得好，教得好啊！去，把字给我摘了。让我怎么说得出口呢？你怎么说我不管。你要是不把字摘了，你就给我到祖宗牌位前跪着去。出去！爹的意思是，这勿言一世太儿女情长了，这亲戚朋友们看见传了出去，我们在做事的时候会被传为笑谈的。爹说的也是，我们就挂在房间里了。啊，唐家不是新派人家吗？我们白家这么老派的人家，都以勿言一世为荣呢，怎么就怕人笑话了？你不要在那儿骗我，爸爸是不是有别的意思啊？哎，没有，爹没有什么别的意思。既然让摘就摘了，有笔有墨的。我来研墨，你再写一幅不就得了吗？我帮你摘啊！哎呀，不用了呀，要摘我自己摘。看看，脾气可真大呀，上手三下两下就摘下来扯碎了，这不是给人看，这是什么呀？我看就咱们家少爷可怜，闹得两头不是人。老爷，这样的儿媳妇难道不该调教调教吗？算算日子，刘苏是不是该回门了？嗯，还有两天吧。好好致一份大礼，告诉他，娘家的人人人有份，他需要什么？就给他准备什么，那总得有个数吧。不急，人人都有份啊。都有。丫头呢？也给啊。哎呦，老爷，您这可是典型的打一巴掌揉三揉啊！您这点心思啊，我可是看得透透的。看透了？嗯。真让你看透了。上海滩，我就别混了。切。
快点，刘哥催你。马上好了。邮差，送挂号信的。需要我签收吗？嗯，对。对。Safe case now. No. 什么？他说不。不，我毙了你。Tell me, otherwise your life will be in danger. 我数三下，你不动手，我就打死你。Our boss said, after three counts, if you still refuse to open it, I will shoot you to death. Buddy, money is less important than your life. 一。Two. No. Three. Okay. I do it.一个人从这跑过去，往那边跑了，就那边，往那边跑了，就那边，跟我追，追！哥哥，我们走吧。小凡，你救我一命，我欠你一次人情，谢了。这海参呢，味道腥，沙子重，千万不能马虎啊！哎，是，这一定要洗干净。我告诉你啊，要不然吃起来牙齿让唐家人看了笑话啊，会伤心的。白安，你得亲自看着，这是主菜。是四少奶奶。白安呐，你跟老刘说一下，要用肉汤焯，要舍得用火，至少要焯三遍，别偷懒啊。记住了啊。记住了。哎呀。你们这样能写好吗？回屋写去。不去，快去啊！叫你们去呢。算了算了，就让他们在这儿待着吧，也让他们听听，让他们从小就见识见识大户人家的派头。就是嘛。你们想六姑吗？想。好，那就好好写作业。你们好好给我写啊，写不好进你们的皮。行。白安啊，这边译完了，你下去吩咐吧。白安呐，你要记住了。要用鸡汤、肉汤来煨，再放点火腿，辅料呢就用香菇和木耳，
全是黑色的，看上去整齐。是是是。你们谁拿笔记一下？你一句我一句的，他怎么记得住啊？对对对对对对，老太太，我都记下了，我回忆一下，您听对不对？海参沙子多，要洗净，要焯三遍，不能焯一遍。今天晚上就喂上，等明天六小姐回门才能喂得烂。要用鸡汤和肉汤喂，佛料用木耳和香菇，都是黑的，看上去整齐。哎呀，不错，真不错，不错，还是好记性啊！好记性，好记性啊！好了，你下去吧。好好，去吧。妈，您累了吧？要不去歇会儿啊？不累不累，再忙啊，我也不怕。这几年呢，我们白家老是忙着还债，要是能够像今天这样忙着待客，那我天天忙都不怕。是。那一天要是真的不忙了，这白家呀就不是白家喽。哎，这钢笔给谁的呀？怎么一支不够，还要给两支啊？白家四少爷有两个女儿。哦。哎，其实留声机、收音机这些玩意儿都已经不时髦了，怎么白家什么都没有啊？人家白家有的东西，咱还没有呢。好了，按单子看看东西对不对，对了赶紧包吧。那这么多东西，谁给谁，总要弄个清楚吧？多了少了的，丢的可是你们唐家的脸。一人一份，有什么不清楚的？包好了呀，写上字。送到车上去。切，又是我不对了，那我不管了，你们自己看着办吧。爹，还有什么吩咐的吗？没什么了，咱们这只是个礼节，意思意思。啊，哦对了，好去好回啊，少喝酒。嗯，是爹。进来，少奶奶，东西都办齐了，正在客厅清点呢。少爷呢？正在说话，您不过去看看？先不过去了。行，不过去也好，省得像在查东西似的。那少奶奶，我先下去了。下去吧。是。六妹回来了，妹夫你好，妹夫哥，你好，妹夫好，妹夫好啊，哥哥嫂子我回来了，好，里面请吧，里面请吧，请进请进，好，请进，走走走走走，进去，妈，六妹他们来了，哎呦，妈，姑爷好，崔姨娘好，姑爷好，妈，哎呦，刘素啊，看你，才分开几天。倒像分开了几年似的。妈，今儿高兴，您就别太动情了。对对对，快坐吧，女儿，坐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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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都坐吧，坐吧。妈，都怪我呀，把刘素从您身边带走了。可别这么说，我的女儿啊，以后还要麻烦你多照应呢。我就算是委屈了我自己，我也绝不能委屈刘素。委屈了谁也不行，委屈了谁我都不答应。妈说的对，妈说的对。白安娜，饭菜周正了吗？周正了，就等对桌子了。好，那我们开席吧。请等一下。妈，姨娘，我跟刘苏回来啊，给大家准备了很多的礼物，
大家是不是先看看？哎呀，妹夫就是有心呢。这么多东西是一家一份还是一人一份啊？哎呦，四弟妹啊，我看好像是人人都有份呢。人人都有份啊，连淮安都有。哎呦，还有我的呀，真是太谢谢了。阿花，也有你一份，谢小姐。哎，还得谢谢姑爷呢。谢姑爷，好好好，咱们现在可以开饭了吧？啊，好啊，妈，还得等一等啊。我和刘苏啊，在每一份礼物上，都用自来水笔写了各位的名字，啊，我们把礼物拆开看看好不好？啊，依然啊，听妈的话，先吃饭吧，礼物一会儿再开。哎呀，是啊，我们先吃饭吧，说说话。闲了的时候再看也不迟啊！啊，先看了礼物再吃也不迟啊。西方的礼节啊，是受礼的一方一定要先看看礼物合不合意。哈哈，哎，来来来，咱们都看看看看啊！啊，来来来，过来，三哥啊，看啊，这是一套铂金的烟具，不知道合不合你的。哎呦，合意合意，太漂亮了！哎呀，哎呀，哎呦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来来，不，这是送给四哥的啊！哎，四哥，我上次在结婚的时候看您吹笛子，都说您是票友，您也算是名票了，是吧？哪里？看看满意吗？啊，满意，满意。好，满意就好啊。嗨，啊，哇，哇，宝宝啊，这个呀，是刘苏特意为你挑的礼物，你看，行不行？啊，谢谢姐夫。啊，哎，这个，好，这是送给金枝金蝉的啊。谢谢姑父。这是自来水笔，金尖的，明白吧？啊，拿着吧。大人，开饭。好好。饿了。妈，您干嘛去啊？上楼换衣服。哎，这怎么了？老太太，三奶奶引着下人，把椅披都挂好了，桌布也铺好了，碟子、筷子、杯子也摆好了。四少奶奶在厨房让我来回老太太，说可以上菜了。姑爷还那么高兴呢。话少了，三少爷、四少爷正陪着呢。没见过这么张扬的，屁股还没坐热呢，就急着要开讲，还非逼得让人说满意。我就不信了，洋规矩就那么没有涵养啊。老太爷在世的时候没少收礼，是啊是啊，也没少送过礼，那一份礼单就能买这一幢房子。是啊是啊，也没非逼着人打开看呐。到底是暴发户啊，没真正见过钱呢。礼是什么？礼是心意。俗话说，千里送鹅毛，礼轻情意重，礼不在轻重啊。是啊是啊，他懂吗？好吧，开饭吧。要让他见识见识我们的白家菜。哎，各位，各位，四少爷吩咐了，咸的先上，淡的后上，浓稠的先上，清爽的后上。有汤的先上，无汤的为后，记着没有啊？记着。好。哎，哦，好好好。姑爷呀，今天你得多吃点啊。不是我夸口，当年的事呢，咱们也就不说了，就是现在。我们白家有几道菜，怕是上海的美食家想吃也吃不着呢。一定一定一定，吃啊，还得是老派的人会吃。哎，来，对，妹夫啊，来来来，多吃点啊，好好，多吃点。哎，慧珠啊，
我们今天家里啊只有一个客人，菜得放到姑爷那儿去啊。哎，是是。你看我哪是客呀，先放在妈那儿啊。放那儿吧，不用退让了，放下吧，放下。七妹呢？在楼上调收音机呢，可高兴了。一会儿啊，我帮她调去。这收音机的学问啊可大了，有这个三个灯，有四个灯，最少有两个灯的。但这两个灯的吧，声音什么的都不大好。姑父买的几个灯的呀？四个灯的。对，最好那种，牌子也不错，飞利浦。最好的呀，真好，我也要听听。白安，在赏菜。是老太太啊，妹妹啊，我们家那道海参呢，是按原子材的随缘食单方子做的。哎，一般店里啊是吃不到的呀。啊，是啊，吃的人都说好啊。这原子材啊，把海参、鱼翅当做拥肉之人。他说是这两种海味啊，没有自己的性情。若是加以辅料，嫩鸡汤、老火腿、干蘑菇这么一炖，那味道可就不同了。是啊是啊，来，妹夫，今天你可要好好尝一尝我们家这道名菜。哎，是。哎，吃这件事情，国人就是看得太重了，好像人生除了吃，就没有什么其他重要的事情了。可不是要吃吗？连孔子都说：“食不厌精，秽不厌戏。”嗯，把心思都花在吃上，好像活的乐趣呢就少了那么一点，活的没什么意义。没想到姑爷的品格还这么高，可是我们白家呢原来就没有什么乐趣，只会讲究个吃。吃吧，啊，吃。其实啊，我就是你说我这个嘴啊馋得很，而且啊尤其能够吃出好坏来。哎，上主菜了，来这边。哟，这就是那个啊。对，就是这个海参，就是这个。来来来，尝尝尝尝尝尝尝。大家请。给妹夫加上啊。对对对，吃热吃啊，吃热吃，吃热吃，来来来来来，吃啊，别客气别客气。奶奶让我尝一下你的素菜行吗？奶奶我也想吃。妈，这个味的挺烂的，你要多吃些啊。怎么了？烫着了？哎，这吃一嘴沙子，不，乱讲！大家怎么都没吃出沙子，就你呀？确实有沙子，你听听，你阿花，来点茶，快点！要不然你尝尝。哎呀，你先放着，你先放着。来，姑爷，水，快漱漱吧。对呀，快漱漱。叔叔啊，哎，叔叔，这好好的怎么让姑爷给赶上了？昨天啊，我特意嘱咐下人清洗的，许是他们大意了。哎呀，有点沙子又怎么了？你就不能忍忍把沙子也咽了？哪有这样的道理？人怎么能吃沙子？你们白……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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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有点娇气的，吃饭吧吃饭吧。姑爷不吃啊，就不要勉强他了。姑爷啊，你说对了，我们白家的海参呢？就是要就着沙子吃，这样才有风味儿。是啊。嗯。哎呀，那我这酒多喝了一些，这个海鲜就不勉强了啊。我肠胃敏感得很，有一点海鲜都不行。妹夫啊，我们家的海鲜都是从广州十三行买的，那里价钱是贵了点，但是吃起来放心的。自古以来，我们家吃的东西。那还是挺讲究的嘛，不敢马虎的。妹夫，你看啊，这可是上好的大乌参，哎，你看呢，黝黑黝黑的，怕是刺儿都扎手啊。就是有股放陈了的哈喇味。妈妈，滚粥上茶，滚粥。是不是有沙子，妈啊？妈，不用。丽媛，不用不用，你上楼去吧，保罗半天没下来了。我去看看保罗收音机调的怎么样。各位慢用啊，哎，小心沙子。哎，你们小心沙子啊！妈，您别生气啊。议员他没什么坏心，就是不太会说话。他还不会说话呀？他要是不会说话，那你两个哥哥都变成哑巴了。